Cher.杨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想来拿上次给你装汤的那个碗，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不会，正好进来一块吃饭吧。这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来，快进来。来，你坐这儿。好。打扰到你们了。不会。笑笑，吃饭吧。哎呀，我还没跟你们介绍呢吧？看我这脑子，你们不认识是吧？啊，这个是杨艳，咱们小区书吧的店长，我新认识的朋友。哦，这个是我老公张鑫，这个是笑笑，笑笑，和杨艳阿姨打招呼。杨艳阿姨好。你好，笑笑。你长得可真像你爸爸。您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初次见面。我老听张一说起你，是吧？啊，哎，老公，你给安拿副碗筷啊。哦。妈妈，我要吃虾仁。啊，慢点讲吧，真丰盛啊。啊，我们家一般我老公有时间都是他做饭。谢谢。新的拿手菜，鱼。这个是鱼眼睛吧？你喜欢？啊，你也喜欢？啊，巧了，我最近刚好没什么胃口，你不嫌弃的话，你吃了吧。真的给我？给你。谢谢。你养林子更好啊！我去拿。妈妈，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去帮你端。好了，来，妈妈抱你啊！啊，小心啊，小心烫，撑住了，哎，啊！小小好棒哦！久等了啊！急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谢谢杨艳，走得这么急啊？他刚才说那个什么汤碗还没拿呢，是吧？这杨艳今天有点奇怪啊。哎，你这朋友杨艳是吧？啊，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小区书吧认识的。哦，哎，自己吃啊。姐，怎么样？今天换哪个颜色？不换了，还是老样子。好嘞。笑笑，选出来了没有？都好看，我都想涂。你又不是小蜈蚣，怎么可能都涂呀？要选出来一个，好不好？我真的选不出来。帮他选好。嗯，哎，我看你今天穿的这个小裙子上的蝴蝶结好漂亮呀，要不要我给你和这身衣服做一个搭配，也涂一个蝴蝶结样式的指甲油呢？好呀好呀，我最喜欢这条裙子上的蝴蝶结了。阿姨，我想在指甲上也画个蝴蝶结。好呀，那一会儿就给你涂蝴蝶结好不好？姐，你还别说，你给女儿系的这个蝴蝶结呀，还真特别。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这么打结的呢。什么结？蝴蝶结呀。哎，笑笑，我记得这条裙子上面没有这个蝴蝶结呀，谁帮你弄的？爸爸呀，爸爸说这样的特别好看，是别人教他的。妈妈，你看。给你煲的猪脚汤。姐，昨天我妈走了之后，她真的吃了可以。
没事没事，妈妈刚才走神了，对不起啊。大爷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们这小区里面是不是有一辆灰色的尾号是5633的车呀？这个不好意思，我们业主的信息不便于透露。您帮帮忙吧。哎，别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帮个忙。笑笑，妈妈问你，你喜欢今天的指甲吗？喜欢。那，你能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吗？咱们先不让爸爸知道，妈妈知道蝴蝶结的事情了，好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妈妈觉得没面子啊。爸爸居然比妈妈还厉害，妈妈想出去学一个更厉害的，回来跟爸爸比赛。在跟他比赛之前，我们先保密，好吗？好呀好呀，我等着看妈妈和爸爸比赛。找哪位？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记错地址了。没关系。是这样，我朋友的女儿在您这上课，说您的课特别好，我今天是慕名而来的。哦，那个我们网站上有报名，你可以直接报名啊。可是我看您的网站上高级班到明年春天都满了，所以我自己过来打听一下。高级班？其实我自己也挺感兴趣的。您这有成人班报名吗？是这样，我们公司今年跟健身房的合约到期了，所以老板想搞一些大家都能一块儿参与的体育项目，把这事儿交给我了。成人班我们这里也是在这训练，有时候我们还把这个高级班和成人班混搭在一起，效果很不错。我听说了，朋友的女儿说您的课程特别好，不光球技增长了，什么自信心什么也提高了。哈，是吗？她叫什么名字？叫王璐，高级班。王璐哪个璐啊？是梅花鹿的鹿吗？12岁的女孩。我们这儿有个12岁的男孩叫王璐，他妈妈姓杨，杨女士。张一啊，那个刚才我女儿来电话说，她刚下完网球课忘拿钥匙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等挂了啊。哎，你看看照片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看我这记性。对，儿子，12岁的男孩，妈妈姓杨。我女儿每周三上网球课，一般下了课都会给我发个信息，可是今天到现在也没信儿，我给她打电话她也不回。Thank you.
睡的朋友怎么让他一个人吃？反复确认一个人是不是在骗你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我给过他很多次机会，一次一次的问他，是不是撒谎了。其实我知道，这些话说出口的时候，那感觉就像是手握着一把双刃剑。这一刀出去，不管他躲不躲，我自己也会流血。再后来，整个人就非常疲惫，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话，什么是假话。整件事情完全动摇了我对婚姻的信心，整个人快疯了。要是你，就不会这样子，两败俱伤，值得吗？那你呢？值得吗？我的值得和你的值得不是一回事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，没有事业，只有家庭。从小我就相信，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，就是能够找到一个跟她相爱的男人。两个人共度一生，我以为只要为家庭全身心的付出，家就不会散，会越来越好。我错了，所以我羡慕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不仰仗任何男人，靠自己的本事。我跟你交朋友是真心的，只可惜你永远不会懂。所以你来这里，就是要告诉我，你跟我是朋友。我知道我们两个再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了。我来这儿就是想接近你，尽一个朋友最后的义务。上车吧。我不需要。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你在出来的时候能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。你想干什么？直说吧。你不就是想报复我吗？你成功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什么时候跟张欣离婚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要跟张欣在一起，我要给露露一个完整的家。那你找错人了，你应该去问他，而不是来问我。我太了解他，如果你不放手，他是不会主动提出离婚的。放不放手是我的事，不需要你来指点。知道你为什么输吗？如果你来是为了跟我炫耀，那大可不必。输赢对我来说已经都不重要了。
姐，你还记得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，我跟你说，你骨子里是个特别浪漫的人吗？就像文燕的习惯一样，你的自控力太强了。你为了婚姻可以彻底埋没掉原来的自己。我在失败的婚姻里唯一学到的，就是你要控制的不是你自己。如果你想一直跟他走下去，就必须控制他。没有谁能控制得了谁。你只不过把自己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。你说你要给王璐一个完整的家，你敢跟他说实话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要给他的家，是他想要的？还记得那只流浪猫吗？你发现它的时候，它是因为太小，没有家，而受到其他流浪猫的欺负才受的伤。我不管那个家是不是露露想要的，我只要尽我所能，让他不要因为没有家在外面受到欺负。正义，我们其实都是流浪猫。我是被遗弃的那只，而你是不想受束缚，从家里面跑出来，又迷失方向的那一只。同样是妈妈，你会为孝孝不顾一切。我也一样。法国总部已经收回代理权了，这么严重？法国人多么看重品牌形象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放心，这家不行，我们可以谈其他品牌。前两天还有一个美国公司。其他品牌？这个圈子本来就小，来的都是重要客人。你作为公司的创始人，做出这种事情来，还被人拍了视频，这种事情传出去以后，谁还敢跟我们合作？这都是张毅干的。他偷偷在杨艳办公室装了监控。我拿出这么多钱来跟你创业，你因为一个女人把一切都毁了，你还瞒着我，你把我当兄弟？老李，我跟你创业我也是认真的，我为公司付出的不比你少。我承认，我和杨艳这件事我做的不对，但是张毅他这也太过分了。你还怪张毅呢？行了，我不想跟你再合作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撤资。老李，老李，我把我所有身家、我的尊严我都赌在这上面了。你要是撤资，你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你已经在火坑里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好好想想吧。老李，你要能撤资，是兄弟就听过这一回。明明知道我们俩在闯，你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你有没有把我当兄弟啊？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你别走，你听我再说一下。诉讼的材料都准备好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数位证据呢？没有。财产证明？不用了。你这是在把自己经营了十年的婚姻成果拱手让人？什么成果？钱、房子、心都没有了，算那么清楚有什么意义啊？我现在只想要回笑笑的监护权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法官去判吧。你害怕了？你害怕面对婚姻的尸体，害怕自己像个法医那样去解剖它的每一部分，
开肠破肚、鲜血淋漓的同时，还要冷静理智地去分析每一个细微的证据。这些现在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就算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死了，凶手也是我们两个人。我现在真正害怕的是，当我们在计较那些生活证据反目成仇的时候，伤害到最不该伤害的人。笑笑，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啊？没事，小心撞的皮外伤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终于来了，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我都快报警了都。报警抓我偷你的球拍？也不是没可能，我这球拍可是限量款，我妈送给我的礼物。这么赶紧给你送来了？这两天你去哪儿？出差。那要不然，咱俩打上行？不打了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，我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去另外一个城市生活。其实跟你聊天挺开心的，有些事儿跟别人说了，他们也不懂。我跟你聊天，我也很开心。那咱俩以后还能一块聊天吗？为什么？我希望你永远没有烦恼，没有烦心事要跟我问。慢点喝。教练今天夸没夸你？夸了。妈，你把我叫来什么事儿啊？还这么急？妈妈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你不是一直想让妈妈找个依靠吗？现在妈妈找到这个人了。真的？不过有件事妈妈一直瞒着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呢，已经有十个月了。十个月？他一直在国外工作，偶尔出差回国才能来看我一次，所以妈妈就想呢，什么时候等他工作彻底调回国以后，我再跟你说。那他要什么时候调回来？他不会骗你吧？不会。等他一回来，我就安排你们两个见面。到时候你好好替妈妈审审，好好审审。
你俩要是不结婚，我放心不下。放心，妈妈一定会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可我就是怕你为了我委屈你自己。露露，妈妈也要找自己的幸福。我知道，只要我幸福了，我们家露露才幸福。我都懂。去奶奶家，咱们回家。那爸爸呢？爸爸忙，爸爸住奶奶家。我要爸爸也回家。爸爸忙，妈妈陪你好不好？妈妈，你和爸爸真的要离婚了吗？小小，你听好了，爸爸妈妈要离婚了，但是妈妈永远都是你的妈妈，爸爸也永远都是你的爸爸。就算你不要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也永远不可能不要你。虽然爸爸以后可能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但爸爸会跟之前那样一样的爱你。他也会经常来看你，陪你玩，接送你上下学，好吗？妈妈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你们不要离婚好不好？宝贝，这不是原不原谅的问题。爸爸妈妈都累了，想分开各自好好休息一下。
你也吃，我们一人一半。就是这里有一点不舒服，没关系，我一会儿就好了，你不用担心啊。你先吃吧。那留着那一半，等一会儿妈妈好了再吃。乖，来，妈妈喂你好吗？来，张嘴嘴啊。张宇，是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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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你了。爸爸也想死你了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疼吗？不疼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爸爸不给我讲故事，我睡不着。笑笑，乖，今天爸爸妈妈要聊点事情，你先回去睡觉好吗？不好。这样啊，爸爸和妈妈谈完事情，我就进来给你讲故事，好吗？好吧。小小乖。不明显吗？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张毅，你太霸道了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是吗？你可以报复我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但是小鹿是我和景峰的心血，咱们家的房产都抵押进去了，你这不是在报复我，你这是在同归于尽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推广会上的广告片换成了我和杨燕的视频，好，项目黄掉了，李景峰撤资了，你开心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换了你的视频？推广会前一天晚上，顾文豹就在家里，不是你是谁？是，我是看见了，但是我没有动你的功。视频就是你拍的，你有什么不可以承认的？你不就是最后一次告诉你，我没有换你的视频。离婚可以，你不可以带走笑笑。妈妈，妈妈，不要离婚，我不要。笑笑，笑笑，宝贝，你闹够了没？没事了，笑笑，没事，不哭，哭妈妈在，妈妈抱抱，啊，抱抱，笑笑，来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，没事，笑笑，没事，对不起。爸爸不是故意把你吵醒的。我要不要爸爸求妈妈，不要爸爸求。来，去爸爸去奶奶家啊，到爸爸这来，来，走开。你给我老实些，到底放哪儿？
谁呀？我那公文包，是你拿到我家来交给笑笑的吧？你还特意让笑笑不要告诉张一，因为你也有那些视频，对不对？在一起，你太逗了，我值得你这么做吗？值得。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值得，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我值得。阿姨，我就是离了婚，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的。跟张一谈过了吗？啊！你倒是说话呀！哎呦，我这问你呢，你跟张一谈过了吗？你们怎么谈的？你跟我……哎，你这……妈回来了。哦，好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累不累？妈，啊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为什么哭？我没哭，哪哭了？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人，他欺负你了？谁敢欺负妈妈？妈妈就是刚才在想，咱们两个终于快有一个新家了，高兴的。进屋写作业去。好。
外面进来吧。他来找我干什么？你到底离不离婚？不关你的事儿。你必须跟张毅离婚，杨毅，然后跟我结婚。你疯了吗？我凭什么跟你结婚？这里，你记好了吗？哦，记好了。然后这边，你等下再确认一下，好吗？好，好。那我先走了，好，拜拜。张毅，我们能谈谈吗？说吧，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一件事儿，就是娶到了你。你太耀眼了。这十年来，我每一天都很努力，努力让你高兴。我知道你爱工作，所以我辞职在家。别的男人可能……家里连米放哪都不知道，但是我能算出你的生理期。我记得笑笑身上的15个过敏源。这些年来 ，ZH 越做越大，你也越来越成功。我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，可是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。偶尔也希望别人来关心一下我。张贤，当年我主外，你主内，这是我们俩共同的决定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，什么意思？我错了，我出轨了，我是渣男，我不争气。全都是我的错。既然你对这段婚姻这么不满意，就早点分开吧。我其实知道，你当初选择嫁给我，只不过是因为我是张安全牌。张鑫，如果我想选择一张安全的牌，我为什么从北京跟你来到青岛？张鑫，如果十年前有人跟我说我会跟踪你、监视你，我一定觉得这个人是在开玩笑。可是这几个月，我为了你，这些事情我全都做了。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，你居然把我变成一个这么可怜的女人。你现在说的这些话，完全是对我们过去十年的侮辱。
还是离了吧。对大家都好。做假账，这就是证据。他现在跑了，张一在到处找他。我们当然也看到他，这是要坐牢的。要坐牢的也不仅仅是我。不可能啊！张一怎么会签这个字？糊涂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答应我跟他离婚，跟我结婚，我就把这个证据给你。我要是不答应你，那我就上交，大家鱼死网破。你疯了！只要答应我，张一起码还能保住他奋斗了十年的事业。我当初就不该把你介绍给周瑞。杨爷，你这么处心积虑的是为了什么呀？不是最喜欢这个的吗？我现在不喜欢了，我不要了。这是妈妈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妈妈。
笑笑，他没事儿。我以后能经常来看看他吗？当然可以，你还是他爸爸。你们双方都认可这份离婚协议书吧？认可。所以是男方净身出户，女儿的抚养权也归女方。行，那你们填一下这份申请离婚登记说明书吧。现在，请你们读一下这份声明。必须要读吗？这是规定。我来吧。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。我们双方申请离婚登记，仅此声明。男方张欣，女方张依依，我们于2009年9月19日登记结婚。亲爱的各位来宾，各位亲友，让我们共同祝福一对新人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。请一对新人面对面站好。张欣，你是否愿意娶张依为妻？无论贫穷或者富有，健康或者疾病，你都将会永远爱护她，保护她，直到永远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张依依，你是否愿意？离婚原因是张欣为妻，性格不合，我们双方自愿离婚。对子女抚养、财产、债务等事情，张欣，请将你全部的忠诚和责任融入这枚指环，戴在你妻子左手的无名指上。张依，请将你全部的温柔和体贴也融入这枚指环，戴在你丈夫左手的无名指上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无名指将不再无名，他将以爱的名义锁住你们今生不变的誓言。上述声明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应承担法律责任。声明人：张欣、张依。满意了吧？证据什么时候给我？走吧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们去网球场，我要你亲口跟我说你会跟我结婚。球，妈妈带你出去吃饭。好。妈不是答应过你吗？要把那个张叔叔带来跟你见面。现在他回来了。真的？你好，王璐，我是张欣。叔叔跟你问。
的手机屏保是你家人？我老公，还有女儿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露露，露露！是，那个还是我那个，哎，露露，哎，上没上您那儿去？您看见他没有？哎，新伟妈妈，哎，那个我还我呀，露露妈妈，对，那个露露，对呀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啊，你见着了，你立刻给我打个电话啊！哦，好。等等，有些事您就告诉我。哎，哎哎，谢谢陈教练。嗯，哎，再见再见。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男人，怎么可以像我？输完开盘了，于星河已经敲出50%。谢谢。周总已经被警方逮捕了，他转移公司财产的证据也搜集的差不多了，相信很快会有结果。好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不行，一切。我真的不行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啊？一姐，
我进公司还不到一年，就先别说我行不行，就算行，同事们也不会服我的。别人服不服你是别人的事情，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行。我相信你。怎么样？好，我接受这个挑战。别说的那么悲壮，好像上战场似的。有方言帮你，有什么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会帮你的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也辛苦了，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啊！我们先走了。
展办得还顺利吗？当然了，正好赶得上回来接你们。是不是又胖了？一会儿抱不动你了。啊？想我吗？想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既然不干建筑师了，往后干什么想好了吗？还没有。大家一起呗。相信我，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给你。金鹏，是我，你先别激动啊！我知道上次咱们闹得不愉快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能不能借我一笔钱？张鑫啊，以后我们俩就当做彼此不认识，行不行？金鹏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你再最后帮我一次，好不好？利息你来定，我一定还给你。妈，拿着吧，把张毅的钱还给他。张鑫，你是？没想到啊。什么？我和张一都已经离婚了，才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邹爷。祝你婚姻幸福。还有，你想和张一复合？复合？不敢想。我只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原谅我。那你还爱张毅吗？爱。爱到可以跟他离婚。麻烦。Thank you.
说过两天让张鑫来我们家吃个饭呗。消失，承诺会变质，人们会分散，那你以后还相信爱情，相信婚姻吗？当然，爱永远都没有错。我们不能因为受了一点伤害就怀疑爱情，怀疑婚姻，那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。你觉得爱是什么？现在的我觉得，爱是相信。怎么才能得到爱？懦弱的人是无法得到爱的，爱是要花很大力气的。Thank you.